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伍佰。这边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。往后退。前面是斜张桥，我爱一直在拍日头哦，我阿婆一大堆，安尼唔通哦。现在错赛，阿福好多，阿福很多呢，还是试试吧。啊，这边调查看看吧，这边还不错了，还蛮凉的，那里也蛮凉，都 OK 了，试试吧。不过下面阿福很多。
大的狮子林。遮阳的啦。你这样吃哦，心寒吧。吃了这么香，那钩子太钝。那人有进步，不到，无嘞，我是第一只。这有正吃的。肚子中毒，哇！哦，红鲫鱼，哦。特别优惠，哦 ，sorry， 漂亮，一下吧。让人失望。哦哟，两钩都中。凶悍的阿虎，
越滋越凶啊！ 鸟在上面。 哦，我哩嘞，越钓越奇怪，靠呀，阿连这嘛要食，就这尾红魔鬼啦，呜呜呜呜。 这还蛮漂亮的，蘑菇。这还算是中间的体型而已，还可以更大。你钓50条乌龟鱼就有机会钓到鲫鱼的啊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伍佰啊，现在在这个凉凉的地方，越钓越凉啊，因为这边不会吸晒，还不错。 可惜阿福很多了，冬天来钓应该不错，有鲤鱼哦，鲤鱼在跳，还有鲤鱼在跳，啊，这个地方也还算深了 ，OK 了。鲫鱼应该不少，只是无锅鱼很多。
有机会再来挑战吧。好，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山谷锅还被鸟吃掉，这个也是。哇，这一颗也被鸟吃掉，挖到空心了，还没成熟，棒。